了，我去。借上期视频，在朋友的强烈要求下，我们一行四人驱车前往山林深处寻找蜈蚣和锹甲，没想到收获颇丰。可是，哎，我去，兄弟们，他这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啊，但是他不能飞了，他不能飞，他就一直在这里跑，看到我他就跑。我一开始我以为是一个兔子什么雏鸟之类的，但是我发现好像是一个成年鸟。我不管是不是这玩意是不是保护动物，但是咱肯定得给它放了。然后它在下面跑，不能飞，特别危险。看近一下，来，有谁认识这玩意的？我不知道是什么，见吗？没见过，第一次见，因为我不经常往山里来，嘴巴特别尖，然后全身带着花纹，特别黑。现在我考虑我是不能再给它放在地上，放在地上的话，它跑容易被一些那个什么东西给它咬住，咱们就把它吃了。你看。这里放，我给它放上去。好，上去吧，走吧。看到没？它不能飞。这里还有个枯树枝在这里，在这里也不安全呐，你得往上上啊，你得往上上呀，上高一点，去。他在这里，他不安全，看到没有？这里一点都不安全，还得往上上。我再帮你一把，你别咬我啊！好好，帮你走。哎，哎呀妈呀！你这里不行，这里不安全。来，把抓住。来，去上，上高一点。来上，继续。他不走，哎，他就在这里蹲着，可以了吧？行，兄弟们，就这样啊。以后碰到这种鸟，不要去抓它。然后发现它不能飞，我刚才看了没有外伤，然后我就给它放走算了。希望它在这里可以尽快飞起来吧。我们还是找我们的锹甲和蜈蚣。走。